基隆市有民众抱怨，晚上十一点多，隔壁邻居还在用麦克风欢唱，唱得很忘我，根本是魔音穿脑，让他整个晚上都无法睡觉，实在是很困扰。接近半夜十二点，窗外传来深情款款的歌声，但听在邻居耳里，根本就是噪音。小差，袂使讲一唱完，伊别人拢免困。超过十点以后，大概就是睡眠的时间，一定会影响。有民众说，唱到晚上八九点还能接受，但超过十点可就过分了。唱得太忘我，高音处还破音。事发就在基隆市，晚上十一点多，邻居还在用麦克风欢唱，有民众直呼根本就是魔音传脑，谁还有办法睡觉？如果未依劝导改善，采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夜夜高歌扰人清梦，环保局提醒，唱歌没问题，但还是得选择合适的地点和时间，以免影响他人，有吃上罚款。记者蔡志恒基隆采访报道。